各位朋友你好，好欢迎大家来到 CLP Music Power Studio 团体吉他中班 Lesson 5。今堂我哋会教一首六拍八嘅指法嘅歌啦，叫 Silent Night， 大家都会识嘅圣诞歌嚟嘅，平安夜吓。咁六拍八咧，同三拍四有咩唔同呢？三拍四就以一个四分音符做单位，我哋会数 1, 2, 3。咁八分音符话咧就半拍嚟噶嘛，就系 1 and 2 and 3 and。如果六拍八上面個六嘅意思，即係話一個八有六拍，一個八分音符係一拍。咁今次咧就重心點擺咗喺八分音符個位，八分音符就變咗一拍。OK， 咁十六分音符咧就變咗半拍咯。所以一個八如果有六拍就係 1, 2, 3, 4, 5, 6。one 同 four 係重拍。如果係以半拍做單位，即係十六分音符就係 1 and 2 and 3 and 4 and 5 and 6。我哋睇一睇幅圖先。六拍八，六八，千祈唔好加份數線啊！上面六，即係話一個小節一個八有六拍。下面個八嘅意思即係話，我哋每拍一下，我哋叫八分音符，一個八分音符為一拍。咁如果以八分音符半拍做單位 ，X 代表到 Re Mi Fa Sol La Ti Do 1 2 3 4 5 6 7，是第一個唱名啦。如果唱名冇間嘅就是、四分嚟嘅，下面畫一畫係八分，下面畫兩畫咧就係、是、十六分音符，同之前我哋初班咧所講嘅音符與拍子形式係冇分別。不過分別在邊度咧？而家八分音符為一拍。如果八分音符為一拍嘅話咧，十六分音符依然都係八分音符嘅一半。一個八分音符等於兩個十六分音符，所以十六分音符咧就係二分之一拍嚟嘅。OK， 咁因為一個八分音符等於兩個十六分音符啊嘛，八分音符係一拍，十六分音符就係二分之一拍。咁一個四分音符等於兩個八分音符，個定律都係冇變到嘅。咁如果八分音符係一拍嘅話，咁四分音符就係八分音符乘以二。兩拍咯 ，OK， 二分音符就係四拍，全音符就係八拍。咁你會見到咧，就係因為我哋而家以八分音符為一拍嘅關係咧，如果用 1 and 2 and 3 and 4 and 5 and 6 and 嚟數嘅話咧，我哋每數一下係半拍，即係十六分音符。所以如果當你見到呢、這個就係 Silent Night 嘅第一個八啦，可以望一望呢度 Silent Night 嘅第一個八。我將佢 copy 咗出嚟喺度。我哋揾一個巴黎舉例子，講一講點樣寫個 1 and 2 and 3 and 4 and 5 and 6 and， 因為六拍嘛。So la so mi so， 八分音符一拍，所以就係俾兩個半拍佢 1 and 1 down and up。OK， 呢一點我哋叫做負點，一個八分音符後面加點，我哋叫負點八分音符。嗰一點就係八分音符嘅一半，八分音符嘅一半就係十六分音符。咁八分音符咧就係一拍嚟嘅，所以咧十六分音符就係半拍。OK， 咁一拍再加半拍，咁咪一拍半咯。個數音係 1 and 2，1 and 就係個數音，半拍嗰一點就係 two。OK， 負點啊嘛，咁。數音是一拍嚟嘅，嗰一點就係半拍啊。咁呢個拿音咧就係十六分音符半拍 ，two and n。OK， two 即腳 up。咁跟住咧就係、是、呢個數音咧就係、是、八分音符嚟嘅。咁八分音符嘅話咧就是、一拍嚟嘅喎，所以就係 three and。OK， 咁呢個咧就係、是、十四分音符。四分音符嘅話咧。四分音符在六拍八入面代表是兩拍嚟嘅，所以就係 4 and 5，4 and 5，即係只腳要踩兩下啦。咁四分音符後面加一點，所以就係兩拍嘅一半，就變咗一拍啦。記住呢個係一個負點四分音符嚟嘅，一個四分音符後面加一點，嗰點咧就延長多四分音符嘅一半。所以就是八分音符，咁四分音符是兩拍，八分音符就是一拍，所以就是 6 and。講一次，個數音是半拍嚟嘅，
嗱，呢個咧係我啱啱所講嘅錯誤啦。半拍梗係錯啦，因為我哋之前慣咗手勢啊。四拍四咧，八分音符係半拍啊。記住六拍八咧，八分音符咧係一拍嚟嘅。有時我都會講錯。咁呢個數音咧就係 one and 一拍，八分音符係一拍。咁嗰一點咧就一拍嘅一半，十六分音符半拍，所以就係 two。OK， 咁呢個拿咧就 two and n， 十六分音符半拍。咁呢個咪音咧，呢、這個數音咧就 three and， 因為佢係八分音符。咁呢個咪音嘅話咧，係一個四分音符，首先俾兩拍佢 four and five and 嗰點咧就係、是、八分音符嘅一半，四分音符嘅一半啊，就係、是、八分音符，咁就係 six and。OK， 咁我哋可以埋位，我試一試直嘅。踩埋彈埋住音，跟住我想講埋個 fingering 先啊。咁你會見到 fingering 嘅話咧，就係、是、有兩個 pattern 嘅。pattern one 咧就係 bass 勾勾。咁呢個指法咧就類似我哋三拍四嗰個指法，三拍四嗰個指法就係 bass 勾勾。不過呢個三個都係一個四分音符嚟嘅。咁而家你見到有個勾勾係咪？有個勾勾代表係八分音符意思。bass 勾勾。base 勾勾，其實 four five six 咧係將 one two three copy 咗佢啫嘛，六個八分音符，如果一動加條尾嘅話咧，就代表係八分音符嘅意思。咁六個八分音符咪六拍咯 ，OK？ 一同四都係彈 base 嘅，咁邊啲位係會一同四要轉 chord 啊？例如呢首歌嘅下面呢一個位置。Do so mi so fa re do C chord 就是 1, 2, 3, 三拍 G7 就是 4, 5, 6。 如果用 pick 弹的话呢，可以看看这里，第一下 bass 用 pick 来弹，跟着呢3 2 1线的话呢，我们就会用中指、无名指、尾指，即是你的二三四手指嚟。我本身咧，我哋要揸 fingering 嘅话咧，就要用一二三手指勾三二一线噶嘛。因为我哋手指公同嗰个叫做一手指我嚟揸 pick 啊，所以如果我哋 pick 同埋手指混合嚟用嘅话咧，一手指用咗嘅关系咧，用嚟揸 pick 嘅关系咧，我哋会用中指、无名指、尾指，即系二三四手指嚟勾三二一线。OK， 咁 one 同 four 都系用 pick 嚟弹嘅。base 咁如果當然一個 bar 低一個 chord 嘅話咧，一同四都係用翻同一個 base 啦。OK， 因為冇轉 chord， 轉 chord 先會 change 啫 ，change 只會限於喺四五六線嗰度，視乎嗰個 chord 嘅箭嘴位。咁跟住第五、第六拍都係三二一線同時勾。咁當然如果用手指勾嘅話 ，T 手指勾六五四線啦，一二三手指勾三二一線。咁下面啦，下面咧就以半拍做單位嘅 fingering 指法嚟嘅。咁你會見到就係 bass 三二一二三 B 三二一二三 B 三二一二三就係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five and six and 都係一樣，佢 set 咗個指法咧係 for 你如果遇到一個 bar 有兩個 chord 嘅話咧，就會係 one 同 four 轉 chord 啦，咁 one 同 four 就會彈 bass 嘅。咁我哋數拍子就係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five and six and 一樣都係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就 down 啦 ，and 就 up 咯。OK， 咁我會埋位試一示範彈呢首歌。呢首歌如果係男仔 key 嘅話，你可以夾 capo seven six five 都得。咁如果女仔嘅話，可以唔夾或者夾capo one two three 都得嘅。咁視乎你自己嘅 range 音域，你可以夾咗 capo 自己試下彈下個主音，跟住個主音唱下。邊個 range 啱你 ？OK， 好試一試先啊！好，我而家會試一試《Fine Silent Night》嘅主音。咁呢首歌嘅主音咧，會有一啲低音位置咧，我哋係之前係冇彈過嘅，例如個咪音啦，低音咪四線嘅第二格，因為我夾咗 capo seven，capo 打後當第一格咁細。第二格、第三格 ，OK，capo 或之前當佢即係廢咗，唔計嘅。capo seven 打後第八格，實際上第八格係當第一格咁用啦，跟住第二格、第三格 ，OK。咁個咪音咧就係、是、第四線嘅第二格 ，OK。低音咪，低音四，
所以下面加點四線的第三格 ，OK， 低音 re， 四線空弦，低音哆一下面加點，五線的第三格。咁呢幾個音咧，就之前我真的所想嚟話都冇出現過，但我哋音階有寫嘅。咁 OK， 好，而家做一次啊，我夾85 bps 俾你，夾住 capo 7。而家咧，我就會試埋個 fingering。OK， fingering 咧，我哋分 pattern 1同 pattern 2。OK， pattern 1就以八分音符一拍做單位，記住六拍八係八分音符一拍做單位。因為我成日都噏錯咗，八分音符係半拍，因為好多歌其實大部分九成以上嘅行曲咧都係四拍四噶嘛，即係個四分音符係一拍，八分音符變半拍，咁比較少啲歌係六拍八。咁而家八分音符係一拍，16分音符係半拍啊！記住啊 ，OK， 好，做一次先啊。咁我哋個指法就係 1, 2, 3, 4, 5, 6 ，OK， 用 pick 彈嘅話咧，我用翻啲厚啲、硬啲嘅 pick。咁就係 bass 咧，就用塊 pick 嚟 pick 啦。跟住中指、無名指、尾指勾三二一線，即係 bass 勾勾 bass 勾勾。OK， 用翻手指練咗，有時間就練埋個 pick。OK， 咁呢首歌因為 silent 咧平安夜咧就唔係咁適合係 so la so mi， 即變咗吵醒耶穌，佢瞓唔著噶啦，得唔得 ？OK， 咁我哋吵醒個 BB， 萬一吵醒 BB 就唔掂噶嘛，平安夜係咪？所以變咗我哋就會勾括輕啲嘅。OK， 做一次啊 ，1, 2, 3, 4, 5, 6 so la so mi so la so mi re re ti do do so la la do ti la so la so mi la。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去到最尾嗰行嘅第一個八 C chord 就是 1, 2, 3 G7 就是 4, 5, 6 所以 C 就是勾，記住是1、2、3手指同時勾三嘅事 ，OK？ 咁 G7 就是6，勾，咁最尾就是 Do so mi so fa re do， 最尾完。就是 bass 三二一線四條線一齊勾 2, 3, 4, 5, 6 記住臨尾完 silent night 輕啲，唔好嘈醒耶穌。OK， 好，而家就係 pattern two， pattern two 就係 bass 三二一二三 ，bass 三二一二三 ，1 and 2 and 3 and 4 and 5 and 6 and 記住唔好唔記得踩腳喎，上我頭記住要 tap 住。
跟住下自己。所以點解要你喺成熟嗰入邊幫我要寫曬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five and six 嘅嘢，就因為呢 part 嘢可以話俾你自己聽，只腳應該點樣 down up tap 咯。OK，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六拍八隻 down beat and 隻 up beat， 我哋會 follow 住個拍自己嘅 tempo。如果嫌個 tempo 太快嘅話咧，可以教翻慢啲。Pattern two 試一次，如果用 pick 嘅話咧就係、是。Down down up down up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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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 down up down 落落上落上落五三二一二三五三二一二三呢個就係個 picking 嚟嘅。OK， 咁如果你用當然 picking 嘅話，你會 make 字 hold 喺個右下角度。如果 pattern one 嘅話咧，就係、是、因為要用中指、無名指、尾指勾三二一線啊嘛，就冇得用 make 字 hold 喺個塊板度。但如果我哋勾單線啲 pattern 咧，啱啱所講嘅。八分音符 down down up down up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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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 down up down B 三二一二三 B 三二一二三嘅話咧，我哋就會用個 B 字 hold 個 low 上，做個支點，揸 pick 咧就露三分一出嚟啦，或者四分一都夠用。OK， 好，做一次用手指啊，有時間就練埋 pick。OK。